超多的。好啦，今天就是那个玩水 vlog 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就直接继续玩一波吧。看着我这一身装扮，就知道我今天是要来冲浪来着啦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设备，这是泳裤在里面，然后泳衣在里面。我今天的包包就是只有这一个，就是水跟毛巾，还有那个内衣裤在这边。然后我的钱放在我的 GoPro 下面那个手把那边，所以非常的万无一失，到时候玩水比较方便一点。哇，我们家轩换好了，你的泳衣好可爱哟！哇，身材不错哦，来转一圈，转一下。有衣不错哎，我喜欢，很宽松的感觉。这个男人是谁啊？这么荣幸，轩在帮忙擦防晒乳哦，我都没有。哇，开皮肤，很爽哦，越擦越上面哦。哇，这个更水洗哦，躲起来了。糟糕，这两个人都穿得蛮辣的哦，到底是要来这边勾引谁的啊？这个是我们网络上买的票，492元而已。如果你要在这边买的话，要750块。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在网络上买一买啦。这外面有那个标准的那个佩戴方式吼，有些东西不能带下去，有些东西可以带下去。那你玩，说等一下。哦，你确定玩水吗？对。那里面请哦。谢谢。一走进来呢，有入园的地图，我想玩这个，感觉很乘凉哎，好想下去哦。我们一上来这边啊，就是卖一些手机套啊、相机套啊，还有放东西的。热水一个199，三个特价500。OK， 大家都要买一波了。哇，结论我们一入园啊，就直接先逛一圈那个商品区了。上镜头了，请微笑。来微笑。夜班女。这边泳衣都有卖，哦，这边很多款各式各样的泳帽，不错哦。这一个260，哇，这个泳帽好可爱哦。准备戴泳帽面对现实啊，不能丑。刚刚我们在那个商品部买了两个泳帽，两个蛙镜，花了1100块，然后那边水一瓶25块钱，他们生意超好。里面的那个游泳的更衣室啊，人超级多，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外面换好泳衣的话，再进来比较好一点。大海啸的地方，太热了，我们赶快先去泡一下水吧。哇，我们遇到水好凉哦，好凉哦！但是我需要更深一点。好冰，好冰！大海啸来了，大海啸，有点海波有没有？越来越大喽，有一点凉快的感觉了。哇，太前面，太前面了。所以这边是有一个鸡腿，然后鸡块，还有薯条，还有一杯饮料，这样可以耶，这个价钱，而且看起来很好吃，就是现炸的。其实这边超多吃的，连鸡排都有，好香哦！哇，
前面很壮观哦，小朋友设施。我们等一下来玩这个吧，就是拿着圆圈圈上去，然后等一下咻咻咻下来。哎，结果怎么排这一坨人，很可怕呢。我不想排队了，我在那边看人家溜下来就好了。好啦，就排啦。好吧，因为来这边其实没什么设施可以玩，因为都要排很多人，那我们就勉强排一个好了。我们终于排到了，准备去拿甜甜圈。轩，你一个人拿得动吗？大力士，交给轩拿就好了。哎，但一个人拿其实很难拿哎。哇，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个滑水道好帅哦。我们大概排了30-40分钟，终于轮到我们了。然后我要跟这个兄弟一起搭了，耶！然后一起跟轩一起。哎，是哦。一气就要下来了，来那边那边。我后面坐一个臭熟辣，全程都在笑，你知道吗？这一个要等很久的，叫做他游玩，超好玩。就等了几分钟就结束了，有点不够尽兴。各位，接着这边呢有个超级帅的一个滑水道哈，这个是没有游泳圈的，它就是一个人家滑下来，但是我也不会上去。看起来很好玩，但是我怕死。现在我后面呢是一个可以拿着冲浪板冲浪的一个设施。听说啦，穿比基尼的女生很容易就直接冲掉，所以很多男生都直接坐在后面观赏。哎、欸，那个人滑得不错哎、欸，对面好多人在排哦、喔。来，这一个叫做巫师飞艇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我妹跟我说她玩这个，她一直尖叫，很可怕。这个我应该敢玩吧？我们去玩一下吧。哇，你们也太兴奋了吧，幸灾乐祸的感觉。哦，这么高爬上去，还没开始玩我就已经心跳加速了，加油。哇，有目标脏话。两位脚都从前伸，脚伸直屁股成功。好，往后逃，轩，好可怕哦。OK，结束结束，这个设施啊，好像从高楼坠楼了这样子。哎，你有什么感想？都是我睁开眼一次而已，睁开眼一次，哎，你还叫我情境？来来来来，刚刚谁玩红色那一个？来，我们来抱怨一下，红色那个发生什么事了？人员应该叫我们除了抱手之外，小脚也要夹紧。他没有讲脚紧，夹紧的这个部分，所以下去的时候直接切你的中路，妹妹跟弟弟都会受伤的。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被晚藏过，就类似的感觉。这个红色的大家要小心，这个非常危险。到底大家下来有没有非常恍惚呢？看他们脚是闭的还是合的啦。来咯，哎，它有点合起来哦。哦哦哦，好看啊。那女生是不是有点有她有点好像下面有点痛痛的。现在设施都玩的差不多，那我们现在就去觅食一下，找个地方坐着休息。耶、yeah ！玩一玩，超饿的，我今天点了一个鸡腿饭，没有轩的份，都是我的。轩没有冰淇淋吃，杰瑞轩把我的鸡腿饭抢走，我只好再出来买吃的。他指明说他要吃炒泡面，还有鸡排，还有冰，就买给他，他才会还我那个鸡腿饭。跟大家说一下，你没有看我后面那一个排队，我刚刚排了超级久，大概排了15-20分钟，然后排到前面才发现说鸡排要等40分钟，很夸张哎。反正我想说我还会在这边待一下，所以我就决定跟他预约，因为轩想吃。然后他们后面也是现炒给我，然后大概等了
息的，很像直接去饭店洗澡，因为这边的那个规划其实有点太杂乱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环境我是觉得还好。然后呢，今天来马拉湾玩嘛，不例外的也是有买一些伴手礼回去送给大家，这是我跟薛一起挑的，这两件都是 M 号，有胸部的感觉，然后这边是胸肌的感觉。各抽一位送给观众，那怎么抽奖的话可以看我的资讯栏。那今天影片就可以到这边啦，喜欢影片还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，要记得订阅我，我是 CH， 我每天5点都会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拜拜哟。